在香港，不少投资者喜欢买卖期货，有人觉得它是高风险的杠杆式投资工具，亦有人认为它是抵御市场大幅上落的防守工具。无论你怎么看都好，输入 ETNet 财经生活 APP 的期货就可以看完日市、夜市，一板捕捉高水、低水，未平仓的恒生指数、小型恒指、恒生国指、小型国指、科技指数和恒指波幅指数期货，还有即时新闻和专家评论，和你分析市况，做好部署。涡轮牛熊证亦都是不少短线投资者会用的杠杆工具，输入权证就会看到涡轮和牛熊证按成交金额、升跌幅、成交股数的排行榜一目了然。当然不少得新闻和专业分析，投资初哥亦都可以从教室一步步认识界内证。即刻下载和体验 ETNet 财经生活 APP 啦！